昨天我们的军嫂张馨予刚刚曝出婚讯的消息，引来全国上下网友们的欢呼。今天张馨予又给大家发糖了，晒出了婚纱照，简约大气宛如公主般的美。她的婚纱真的是好美，简约中透着高贵的气质，而张馨予也没有带任何名贵的首饰，但也正是因为她毫无装饰，才更彰显清新淡雅的美。真的觉得这是张馨予最美的照片，而网友们也在网上直呼想看何洁的照片，但可能是由于何洁是军人的身份，所以张馨予并没有晒出老公的照片。但是惊喜的是，有网友竟然挖出了两人的结婚照，原来是何洁在自己朋友圈里偷偷发出一张两人的合影，并且还配文医生呵护，真的是太甜了。网友们纷纷留言张馨予，你引导了中国女性嫁军人的风向标，正能量满满的，祖国的军人，全国人民爱你们，中国的好姑娘愿意成为你们的生活伴侣，这才是中国强大的娱乐圈口碑导向，引导中国正能量的典范。中国军人最帅，嫁军人的明星最美。张馨予也回复网友，谢谢你们的祝福，不能一一回复了，但是感恩在心。